我不能到这里。这世界上有些我无法跨越的门槛，你的房间就是那样的门槛。我会让你跨越这世上的所有门槛。我要跟凯恩解除婚约的话该怎么做？你真以为我的目的是悔婚吗？看你能不能用你所拥有的一切来交换车恩上。你真的喜欢金凯吗？哦，那也传达一下我的真心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永德软骨素胶原定继承者们。